婚了，下班了，这个是一天的劳累就这样放下了，回家吃个饭，和家人在一起，看看老婆，看看孩子，能见父母见父母，一家三代同堂，四代同堂，这是人间最美好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最美好的事情。虽然中国人在异乡，在美国华盛顿这个地方，来美国也30年了，来华盛顿也20年了，可是呢，这也是一个家庭。我们以前不是常讲吗？五族融合。那现在更多族群了，有红的、白的、黑的、黄的的人种都在一起。有时候语言也很难沟通，而且个性呢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种族也有差异。那你只能说，尽量学习吧，学习跟旁边的人在一起相处，先了解自己，再了解别人。啊，从家人开始，啊，家人也是最难学习的部分，因为家人都对家人都比较放松，也比较不会忍耐。那这期间呢，就很有智慧，希望大家求天上的神，不管是哪一个神，我是信耶稣，就求耶稣吧。有事都跟他说说话。不管你信什么，反正都跟他都说说话，有诚则灵啊。信心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是很重要的，信心能移山倒海。有时候人老了比较会发牢骚，当然呢，人老了也是生命的累积啊。如果说没把生命的累积的经验融会，而产生去了解更多的道理，那真的是白活了。所以希望大家放轻松心情，轻轻松松，而不忘的努力改变自己，不要想要改变别人，先改变自己。那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那有可以跟人家共享的，你就分享给别人，就像我现在一样，也分享给你们。这段路呢，是我开了10几年的路啊，是从 Olympia 到 Sheraton。因为房地产都在那边比较多，所以常常去那边修东西。可是这条路你看，都是绿色的那个常青树，所以也有山，所以开起来不会累，这就是奇观。那就是造物者的美意吧，回到自然的就是美好的。人家说要山则得志，要水则得什么，得慧是，我都忘了，英文学不会，中文都快忘光了，无所谓，生命就这样子，快快乐乐过才是重要的，努力的过也是很重要，把自己的责任做完，今日事今日毕，是不是？
那就是很完美的。像我太太，她没有长远的想法，她只要把今天做好，她就睡一个好觉。然后她又说，一天吃三餐，喜欢吃至少快乐三次。我想她快乐四次，睡觉的时候，哎，可以睡觉了，好高兴哦！赶快洗澡睡觉哦，今天又晚了，要结束了。这是我30年来跟他学的，可是也很难学会的。他一睡觉，我都到2、3点才睡，这是不好的。很多生活的慢性病呢，都是从你的没有睡觉开始，而且没睡觉呢，就会影响你的免疫系统。免疫系统呢，就像你的身体的防卫军一样，他为你防守城门，不让坏人进到你的身体来打坏你的身体。那你不睡觉，他一直在工作，他当然体力不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了你，为了他们，应该多睡觉啊，多睡觉，睡到饱。该做的事情就把它做完，把心中的一些放下。有时候要让时间去解决问题，有时候可以找帮忙，可以帮你一把。那朋友帮忙一把呢，也是好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求人帮忙了，人家帮忙你也高兴，对不对？下次他找你帮忙，你也帮忙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帮忙越多人，以后人家就会越多人来帮忙，就像存款一样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经过 Steamboat Island， 在左边呢，它是有一个像半岛一样的地方，很多退休的人都在那边，农场也在那边，我很喜欢。啊，反正这边生活实在太不错了。走到草堆里面也不怕有蛇，因为这里没蛇。我在新加坡都被吓死了，在路上都有蛇，在你的走路的那个水泥道上，这边到森林里面都没蛇，有蛇也没毒，好像只有一种蛇吧，我看到这么多年来只看到一种蛇。现在又想到台湾的总统选举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想着30年也没在那交税，只是故土之情啊。如果说民进党真的贪污那么多，怎么又有那么多人支持民进党呢？那怎么办呢？这真的支持民进党的要多检讨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贪污的钱呢，如果说真的，那真的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啊。虽然好像没有缴税的人很不多啊，可是就是缴税的人不多，缴税的 人不多，是从商业的收税吧。好，可是这样子国家的建设就少一点，那你们的收入就会少，就会可能增加的机会就少了。就像30年前我去新加坡，东西比台湾便宜，买得很高兴。30年后呢，最近才去了新加坡，住了20-30天，哇，人家进步得很厉害啊，对不对？政府有在做事啊，对，政府没做事，可能1-2年看不出来，10年都看得出来的，10年磨一剑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没有很那个一步一脚印的，一个草一点动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人生也是这样子，不是嘴巴讲讲就好了，还是要务实的做。务实的做啊，我
这个中文发音不大好，可是有时候人老了苦口婆心呐、啊，希望大家能听懂老人言呐、啊，可是常常有人就不到黄河不死心呐、啊，就像我一样，惹了一身骚，没办法，就是很正直。可能也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吧，可是你如果努力过了那也无所谓啊，人生就是尝试一下嘛，光光的来还穿上衣服走嘞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生命就这样子，所以走过生命到结束的时候也不用太过紧张，人没有不死的父母，也没有不死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放开心情，什么都放，经历的事情就是让你学习的时候，不是用嘴巴搪塞啦，或者讲一些道理啊，还是找一些理由啊，就可以让你成长。常常跟工作人员说，讲理由不会让你强壮，承担下来才是会让你的坚强还有实力增加。虽然有时候很不合理，是没有合理的事情，真的没有合理。连父母照顾小孩子都没有合理，都没有公平，对不对？那你寄望什么呢？寄望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接受比较重要啊，不要抱怨啊，这是我学习的功课，不抱怨，不抱怨，就试看看吧，就不抱怨，然后多求那些不偿还的人，就是神啊，或是你所相信的人。跟他们多聊聊天，那好好走过这一生，对不对？对，小时候大概只是存下记忆中的小时候过，从国中开始大概就有读书的压力，高中也读书的压力，大学交女朋友的压力，或是处理事情的压力，那。毕业以后可能有经济的压力，也有可能是家庭所产生的家庭关系的压力，这些种种都是让你经历，然后看你怎么处理。那当然这个各种宗教都有几百年几千年的宗教，即使没神嘛，他也是几千年的生活的经验写出来的，所以你应该相信，你才几十年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应该相信一些有智慧的话，你能尝试的做，我想祝福就在那里。祝福就在那里，所以说到这里呢，我也快到家了，已经到奥林匹亚。那这里我好像也上过视频，好，那请各位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这是我第一次在讲人生的道理，好，因为以前。在罗德岛大学，我有带查经班，就做查经班的班长，查圣经了、那时候也想去做牧师，后来种种就有个神的意念吧，一直是吧，就没有去了，就没有去，而且去读研究所。那现在也
过了三十年了，三十年了，那孩子都大了，孩子都去住西雅图了，现在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住家里，家里空空的，所以认识我的人，不认识我的人，听到我的视频，都可以来，我会安排住的地方给你。我是包租公，就看情况吧，反正会让你满意的，帮你找或什么都可以。那各位，算有一个美好的晚餐。我现在是还没吃的，我太太说没煮饭，叫我吃泡面。是我见到他就很高兴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，OK。好吧，承认这一趟的视频还没有很差了，因为他现在是黄昏的。所以有些车已经把灯打开了，那你到我的那个频道来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以前所做的，当然都是比较粗俗啊，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剪辑啊，就白白的，就是很自然的呈现给你们。好，呈现给你们，跟你们多交流。那住在这里呢，这么久想回台湾，可是很难回去啊，因为这房子要修理啊，没有人管啊。可是太太也还在上班呢，所以无所谓了，再撑几年吧。就像他讲的，我没退休，你别想退休。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孩子有孩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也没办法去强迫他做什么事情。自己惹出来的，自己创的房地产事业，自己收尾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说什么好跟坏，对对？除非他们生活不下去了，想要来收房租，他们就过来吧。反正大儿子已经赚的钱也不少，他不需要来做这个。二儿子呢没有兴趣，也搬离了到西雅图，让他再去闯闯。现在训练女儿，小女儿，看他能怎么样。看他怎么样，看他能做得来。有些事情呢，像扫扫地啊，有些人都不喜欢做，割割草也不喜欢做，就这样子。哎，不错呢，这看起来很暗，可是照相起来还很不错，照相起来还很亮。亮，已经快了，快到家了，应该。在这个社区，那这不是比较有钱的社区，应该看看，下次有机会，什么都是有机会有缘就会成型的。缘分到了，自然相聚。这一个学校 Nova 私立学校，很小，可是也是很贵啊。钱不是很重要，可是没钱也是很多事情不能做，所以说钱很重要，
可是不是最重要的。记住这句话，这是我哥哥以前讲过的话，小时候跟我说的。来，我家也到了。以前儿子在的时候，我都停马路旁边，现在他不在了，我就有机会停了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请订阅、点赞、follow me，OK，跟我走，拜拜。